板动作是因为前阵子很想要学地板动作，然后就刚好这一次的音乐在编曲上面有这样的桥段可以放进去，所以就请编舞老师特别帮我设计了一个桥段，然后导演就变本加厉又加了水在里头，想说天哪，我穿高跟鞋怎么办？还好后来都还蛮安全的诠释，而且有一种闲适感。森林系歌手，这边是白榕园，然后这边最有名特色，当然我们就是这个榕树的一束成林啊，当然希望借由我们这 MV 能够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看到我们这个特殊的生态，这样子。听说是要特别申请才能够来的。对啊，申请要提前3天才有办法来这边旅游这样。那你们怎么发现的？哦，这因为这李安导演之前有拍那个电影在这边取景，这样，所以是很珍贵的地方。所以你看过这个资料照，但你有来看景的时候，就决定要来申请，想说这样跟奥斯卡比较接近一点的。我以为想说你超鬼扯，这怎么可能接得进去啊？